白鹤滩号是我国首艘2000吨级第四代海上风电安装平台，在运载能力、吊装能力、作业效率、总体集成度、机动性、作业稳性和生成能力等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预计于年内实现交付投运。投运后主要作业于广东、福建海域，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在深远海进行大型海上风电基础施工与安装的能力。